说到湖南卫视的一姐，从以前的李湘再到现在的谢娜，深受观众的喜爱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早些年的湖南卫视的主持人曹颖，当年的主持风格也是很大气沉稳。曹颖出生于1974年，在23岁的时候开始在央视担任主持人。曹颖当时在央视算是顺风顺水，主持的节目就有《万家灯火》《综艺大咖》等综艺节目。曹颖连续3年主持春晚，当时的曹颖在央视也算是跻身一线的主持人了。2003年的时候，曹颖选择了离开央视，转身做了湖南卫视的主持人。曹颖在事业巅峰之际，她却主动放弃了自己前途光明的事业，与相恋14年的男友王斑步入婚姻殿堂。婚后的曹颖家庭幸福，其乐融融。在新一期的《天天向上》中，曹颖意外现身。对于现在的她，也许名和利已经不重要了，更重要的是做好母亲、妻子的角色。